分享几款彩素馒头的做法，告诉你不变色的技巧。小小的馒头一口一个，先把紫薯去皮切片放进锅中，再把南瓜去皮去瓤切片放进锅中蒸熟，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。蒸好的南瓜先取出来，大概110克，用叉子压成泥，不烫手的时候再加入2克的酵母，一勺白糖，然后搅拌混合均匀。拌匀之后往里面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搅拌一下，搅成絮状之后再下手揉面，在盆子里面揉成团，成团之后再放到案板上面，用手掌来回的推拉揉搓，把面团揉至光滑，一定要多揉一会儿，面团揉得越光滑，做出来的馒头才会越光滑，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整理一下，再切成小段，切好之后摆进蒸笼里面，盖上盖子发酵，再将紫薯给取出来，用叉子压成泥。紫薯的含水量比较少，所以稍微多一点，大概有130克。加入2克的酵母，一勺白糖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用勺子搅拌混合均匀，揉成团，然后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摆进蒸笼里面，盖上盖子发酵。气温比较高，发酵的时间很快，时不时的看一下，看到体积明显的增大，摸起来比较松软，像这样就可以上锅蒸了。天气热千万不要发过头，发过头蒸好的馒头容易回缩。水开之后上笼，大火蒸6分钟，关火之后焖大概1分钟，然后开盖，我们的小馒头就蒸好啦。每一个的形状都非常的好看，蓬松又柔软。放凉之后将它倒进盘子里面，把蒸好的南瓜馒头也倒进来，烧一锅开水，水开之后加一点食用油，下入一小把菠菜，这个时候的菠菜苗比较嫩，所以颜色比较浅，焯水大概1分钟左右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，这样可以保持菠菜不变颜色，挤掉里面的水分，用果蔬榨汁机榨成汁，榨好的汁取90克放进大碗中，加入2克的酵母，加入一勺的白糖，搅拌混合均匀，然后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然后下成小鸡子，摆进蒸笼里面发酵，发酵好之后水开上笼，大火蒸6分钟，关火焖1分钟，我们的菠菜小馒头就做好啦。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将它切成小块，放进榨汁机里面，盖上盖子，启动按钮榨成汁。我用的是果蔬原汁机，不用加水，所以榨出来的颜色会更加的鲜亮。关键是不用过滤，打出来的果汁没有一点渣。取90克的胡萝卜汁放进大碗中，加入2克的酵母，一勺白糖，然后搅拌混合均匀，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揉成团之后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然后下成小鸡子，摆进蒸笼里面发酵好之后，水开之后上笼，大火蒸6分钟，我们的胡萝卜小馒头就做好啦。准备一个红色的火龙果，对半切开，去掉皮，将火龙果肉放进原汁机里面打成汁，取大概90克的火龙果汁倒进碗中，加入2克的酵母，一勺白糖，搅拌混合均匀，然后再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搅拌一下，揉成光滑面团，搓成拇指粗的细长条，下成小剂子，摆进蒸笼里面发酵，发酵好之后水开之后上笼，大火蒸6分钟，关火焖30秒，然后出锅，我们的火龙果小馒头就做好了。
40克的黑芝麻加入100克的清水，直接将它打成泥。打好之后倒进大碗中，加入2克的酵母，一勺白糖，搅拌混合均匀，再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搅拌一下，下手将它揉成面团。揉光滑之后，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下成小鸡子，摆进蒸笼里面。发酵好之后，水开之后上笼，大火蒸6分钟，关火焖1分钟，我们的黑芝麻馒头就做好啦。90克的清水倒进大碗中，加入2克的酵母，一勺白糖，搅拌一下，混合均匀。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用筷子搅拌成絮状，然后下手揉面，揉成光滑面团，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下成小剂子，摆进蒸笼里面，盖上盖子发酵。发酵好之后，水开之后上笼，大火蒸6分钟，关火焖1分钟，我们的白馒头就做好啦。各种颜色的馒头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味道，吃起来惊喜不断，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。因为馒头比较小，所以发酵时间也非常的短，做起来也不费力。因为发酵的时间短，所以里面的气孔也是非常的均匀，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发现了，我做的小馒头没有加其他的添加，小馒头颜色也是依然不变色。怎么样才能够保证馒头颜色不变呢？无非就是加热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加热的时间越长，天然色素的颜色就会越淡。这里要说一句，火龙果的颜色是最容易淡的，所以焖的时间千万不要太长，30秒就 OK 了。一次可以稍微多做一点，做好之后用保鲜袋装起来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，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蒸，蒸出来的馒头还像第一次做出来的馒头一样，味道也不会变。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，关注我，解锁更多美食。我是阿玉，拜拜。